沿着感情线的边缘，我们过着分割画面的生活。你有你的活动空间，我有我的界限，活在不同的世界。不要轻易介入我的生活，我不如你想象的那么适合。如果你身处在其中，不会看得贴切，何不让我们保持现在的距离？画面一出现，沿着感情线的边缘，我们过着分割画面的生活。你有你的活动空间，我有我的界限，活在不同的世界。不要轻易介入我的生活，我不如你想象的那么适合。如果你身处在其中，不会看得贴切，何不让我们保持现在的距离？画面一出现。